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ine， 这里是英伦大叔公众号。今天是英国解封，从今天开始，英国的餐厅和酒吧已经可以开始户外营业了。让我们跟着大叔的脚步，一起去看一下今天的唐人街吧。现在可以看到，在中国城已经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商家将餐桌摆到了户外，准备开始今天的营业。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个文星酒家，算是已经属于动作比较快的一家，已经将餐桌已经布置好了，准备开始营业。Lockdown 期间，由于餐厅没有办法室内营业，大家也都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开业的第一天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前往了火锅店。寒风配火锅，想必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有很多商家，他们不方便把桌子搬出室外，所以说他们也改变了策略。比如说像海底捞，他们就将火锅改为了冒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刚刚是中午，酒吧外面就已经坐满了人，大家已经开始喝起了啤酒。之前只有一个小小的门店，现在允许在户外摆摊。我现在位于伦敦的市中心 Oxford Street， 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是解封的第一天，虽然是个周一，但是人流量已经可以和往日的周日相比。